就上这半边脸给你们看。好，大概是这样子，它会有一个自然提亮的效果，然后有蛮漂亮的妆感，从上面可以这样按压出来的。那它也有 SPF 30两颗星的防晒系数，就有防晒跟润色的效果，我觉得也是非常方便的一件事情。像这样子看起来是不是整个皮肤的肤色就均匀了很多，而且也提亮了很多，但是却不会有那种上过粉底的厚重粉感，感觉很像是皮肤自然天生透出来的光泽感跟好气色。特别推荐给赶时间的人，像是学生啊，或是上班族，或者是没有时间好好的化一个底妆的妈妈，或者是常常睡过头的人都很适合使用哦。